不给你们请假，你们会说我这个连长太不通人情。给你们请假，你们看看这些理由，实在太勉强了。演出电影《报告班长》正值连长形象，其实马如风出道40多年来接演角色十分多元，但让他真正家喻户晓的是这个。接连十年来，你也替我执行真侪任务，特别今有这地位，你上大的功劳。演活反派让人恨得牙痒痒，这对马如风原本憨厚的草根人物形象落差很大。刚开始啊，马如风说：“哎，那高野草地狼了，这个比较正义感的，啊，怎么一下子演这个企业家，这大哥级的？”就怕观众不能接受，但马如风还是颠覆形象，大胆尝试。91人就开始嘛，开始我就转换跑道。然后就开始演稍微就反派的角色了，大哥大啦，企业家，有钱人这样子啊。不愧是戏精，即使使坏，对马如风来说根本驾轻就熟，不用很杀的台词，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人受的。但不像一般反派人物，马如风说他演的可都是高档的大坏蛋，不是大哥就是总裁，精湛演出让他在本土剧占有一席之地。没想到传出奏事消息，也留给观众无限怀念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